我们别一起进去了。那我去给你买早餐吧。老大，他说的对。相亲相的怎么样？那个上林芝帅不帅？哎呦，腰疼腰疼。哎呀，老大，那个赵林芝帅不帅？啊，你不是去看了吗？帅不帅？帅不帅？哎，别管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好不好看？老大，你不都看见了吗？老大，老大，老大。宝贝儿，你腰怎么样？哦，好点了，好像。走吧。哎呀，真是，你没事总跟他吵什么架。哎呀，老大这样太过分了。你腰还疼不疼啊？哦，我腰就是……哦，好像好点了。啊，小鹿姐，你怎么了？不是你没事吧，陆江？你进来一下。我去就回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啊！不坐。完了。哎，老大什么时候开始拉窗帘了？小鹿姐不会有事儿吧？气不错呀你，彼此彼此。有疼吗？我给你揉揉。我骗他们呢。骗人呢。许八坏。那个陆家啊，我上次给你看的文件在哪儿呢？在这儿，在这里面。不对，文件，我找找啊。你好好找找。哦，好。嗨。怎么了？不是给我的吗？啊，对，是啊，专门给你买的。对，嗯，给你买的。哎，徐亚修，嗯，你周末干什么去了？打你电话也不接，要么通话中，要么关机啊。周末？嗯。周末我，就，哎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啊，也没什么事儿。咱们新项目的线框图，我能不能晚两天再交啊？我这两天实在是没什么灵感。好，拿着奶茶回去，慢慢找灵感。好，我回去找灵感啊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不着急啊。哎，徐亚修，你。哎，你怎么管都不知道给我呀？什么来着？我拿管啊，拿。这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行。没事，走了。他不能再回来了吧？